这是我要送你的一些啊，图书。这是这个中国翻译的法国的小说。这是中文的法国小说。Victor Hugo, Gustave Flaubert, Stendhal, Romain Rolland, 前头有曼德兰，九三年。包法利夫人、红与黑、高老头、插花女，我们小时候读过三个火枪手、